今天为什么把你们请来呢？因为你们来到现场是跟我们的主题息息相关的。啊，像什么呢？哥们儿，没吃过，都没吃过。那你觉得更加喜欢哪一道？看上去，他们技术太高了。你在这里唱歌，一边唱歌一边做饭啊，真的这个有点基本的。你没吃过？不是，我先问一下您，您平时会做饭吗？啊，会做饭，我很喜欢做汤。是吗？你很喜欢做汤？对，天天喝汤。做的很烂的那种。啊，是吗？更像我的生活，这个有点乱，但是我今天很丰富。哦，颜色乱是吧？有可能人家讲究那个色泽的搭配。来，停，举，拍，你很纠结呀。哎呀，一票之差。我告诉你结果好吗？想知道吗？你赢了。养生菜的较量最终来，我问朋友，就我在这么好玩，这么好玩，这么好玩。其实对，说对了，其实上菜也就是跟玩一样，它也是一种艺术。小明来，小明来，这是谁？小明，我最爱玩了。现在玩已经变成韩国好，大家都知道很好吧？所以他们留个念点啊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要。